他有时间顾他，先顾好你自己。不行，我要去找我爹。回来，不许去。你爹已经死了，你要是也想死的话，我不拦着。但是你不能连累我。走，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 愣着干什么？抱着我！宇文真，我们两个的命就交在你手里了。 怎么了，冯天一？你什么时候受伤的呀？冯天一！爹！爹！爹！醒醒啊，爹！冯天一！ 你不会死的，你为了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感谢你呢。我不能失去一个为了我连命都不要的人。你们几个小子啊，手脚麻利点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。好。你能不能用点力？ 好，看什么看？你们他娘的都是死人吧？啊，给我打！别过来！住手！别过来！都给我住手！ 把东西都给我放下！谁打的人？是他打人！是我打的，带我走吧！都给我老实点！小子，进去！进去吧你！喂，你们，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吧！你们放我出去！ 放我出去！就等你灌我进来。
太子殿下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水月行是我天机门中最严酷的刑法。凡尘之中，众生皆苦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一切归于水月镜花。 太子殿下吧，不许求情，这都是他自找的。今天白庭君走出双城，就再也不是我双城的太子。我只当我的儿子死了，少主。
要以兄长的身份保护灵儿一辈子，否则千刀万刃，蚀骨噬心，死官落地，这潘金莲孤独至死。少主，庭君怎么没忘记？少主，你不要再走了，别再这样折磨自己了，少主。从今往后，白庭君只是一介平民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保护那个女人。母皇，孺儿不孝。宫女不得随意出城。放开，让我爸随他去吧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你醒醒，少主。其实白庭君原计划想跟我联手救出你爹，后来却迟迟不肯出现，竟然还射杀了你爹。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。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两个人，一个是他，一个就是我爹。我这次逃离我爹的庇护，就是为了去星辰阁找他。他不娶我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把我爹杀了？短短一个月，什么都变了，我在这个世上什么亲人都没有了。你先别太难过，挨过了今晚，我再想想办法，我们还能到哪儿去？你一个羽皇，还有哪儿可以去啊？那肯定是南雨都，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呗。反正，这也是回南雨都的路。等你伤好了，你就自己走吧。这是回南雨都的方向。对啊。我不回南雨都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嘘。哎。主上。主上。主上。若非。
主上，若妃，总算是找到您了，您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。童母他们呢？安全吗？嗯，都安全。我们从春宁和突围后就一直在找您，白雪下令封锁了所有城门，我就知道，您一定和易姑娘往南雨都方向逃了，所以才在此接应的。我不回南雨都。可是我们已经通知了摄政王那边。若妃。微臣来迟，陛下受惊了，恭迎羽皇陛下回朝。刚才那些也是羽人，为什么要杀你啊？冯天意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不该带他回南雨都吗？刚刚那位姑娘，带她回祁阳宫吗？陛下，易姑娘是人族那边看上的太子妃，您为了她大闹婚礼的事儿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。若现在让易姑娘住在祁阳宫，恐怕……那就好生安置她。是。Thank you.